记者林小云台北报道，即使台大校长遴选出现当选人管中敏和遴选委员蔡明星之间有重大利害关系未回避的释法问题，国立台湾大学系统、台大、台师大及台科大代理校长及校长今天仍发出声明，要求教育部完全尊重台大校长遴选管中敏为校长当选人的结果。声明由台大代理校长郭大为、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吴正己及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共同具名。声明强调，国立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是依大学法所建制之法定组织，开始成立运作之后，独立于大学之外，大学行政组织除应遴选委员会之要求，提供必要行政协助之外，对于遴选作业程序之进行与遴选结果，必须完全尊重，并强调，依法行政是民主法治国家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基本价值，任何公权力都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践行法定程序。一、教育部应尊重大学自治，不可剥夺宪法保障国立大学组织之自主权，并依大学法第九条依法行政，尊重校长遴选委员会之遴选结果。二、台湾大学经过合法程序组成校长遴选委员会并完成遴选程序，在经3月24日校务会议决议，重申尊重遴选委员会职权，教育部亦当予以尊重。三、针对台大校长遴选的行政干涉已造成校园之对立与不安，并将影响未来所有国立大学校长之聘任，仍请教育部尊重大学自主精神。四、政治与教育应分离，政治应退出校园运作，以为高等教育长远之发展，